还是有粉丝说自己烙的小油饼又干又硬，还没有层次。今天我把详细的教程分享给大家，保证你也能烙出又香又软的小油饼。准备400克面粉，加入1小勺盐，搅拌均匀。加入270到280毫升热水，搅成絮状，水温在50度左右。加入一把黑芝麻，这样我们的家常小油饼就制作完成了。按照这个方法做的小油饼柔软多层，凉了也不发硬。烙饼总是发干发硬的朋友建议收藏起来反复观看。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收藏一下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